儿子，你说什么？整条线都飘往左边，好，右边头发过。不是，是你把一坨金硬币丢进来，它就会自己进去啊？还是你要一个一个投？一个一个投就是有点麻烦。应该是要慢慢投。真的吗？我猜哥哥讲应该是错。感觉是，我感觉是。但他卡住，你还是要慢慢投它进去、啊。你就要一直戳它。那你投太快，它全部就会给你吐出来。还是它会震动？你丢了100个，它退了100个，还说你 A B 都捡。那也。